的。嗯，哇塞！万一我有了，万一怎么办？哎呀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说这些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计较呢？哎呦，老婆，你真大方嘞！当然了，我们做不成夫妻啊，还能做姐妹呀、啊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我真有男朋友了，但是我又遇到更好的对象，那我要怎么办啊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绿茶，请你喝。嘿，谢谢。细心的指导他如何在健身房完美的自拍。